为什么有些男人特别吃绿茶那一套？因为有些男人的自我价值感过低，所以被钻了空子。我真的想告诉给男人们，你觉得绿茶多好多好，多么崇拜你，多么认可你，他在给你情绪价值啊什么的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换一个角度，他是觉得你弱，你的便宜好占，他才会这样做的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，人在逗小孩逗小动物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会掐着嗓子用很低幼的态度去夸赞他们啊，真棒哎，好厉害，我棒棒的。绿茶就是这样的，他真实的心理是他觉得自己处在高位，你在低位，那你呢既不够强还很缺认可，所以他就会用看似示弱的方式，实则挑逗的样子来去套路你，拿捏你，好从你这里拿钱拿资源啊。所以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崇拜你或者真心崇拜你的话，她不会这样的，她会用真正尊重你的方式跟你平等的对话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很烦绿茶，因为女人最了解你了。